章鱼速递粉。香辣脆，萝卜干，还有贡菜，黏黏糊糊的热干面，何为方的，是7.9的活动发6包，然后还有6包这个酸豆角送的，这是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，平时是19.9。我另外加了一点辣椒油，因为我要辣一点，然后拍出来的颜色吧会比较浓一点。
我平时不爱吃这个麻酱，都能比较接受这个味道。好吃，鸡腿米粉，醋放多了，有点酸呀。